山很多层啊，好漂亮。现在录影，今天是我们在武陵山庄很热血的拍到夕阳，现在是早上7点整，这是夕阳，不，日出。现在早上7点整，妈子专注了，我们现在是一度。我们现在追完日出了。我们现在要收工，准备要去吃早餐，多美丽啊！你看，看一下。哎，那边的天空好蓝哦。啊，我看一下那边天空。GoPro stop recording。